哎，有没有睡着啊？我儿子都说都睡着了，都没有回音，有没有睡着？你知道吗？我们去，感谢，让我可以看到大家的。我们这一趟，我们七月底去了一趟冲绳表演，然后我们也唱了几首就是专辑里面的歌曲，然后其实都蛮亲和的。你知道吗？我女儿都说啊，妈，你那个是催眠曲，我才刚刚讲完哦。然后下台之后，姐姐就跟我讲说，妈，我跟你讲哦，弟弟真的睡着了，怎样啊？真的在里面给我睡觉哎、欸，真是气死我了。麻烦那第三桌的朋友打呼小声一点，影响到我们。好了，我们是疗愈歌手啊。好，那我们就唱一首大家不会睡觉的歌，大家一起唱《不在天堂》啊。我们本来这首歌曲呢，其实我们第二张专辑是跟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合作的。那这首歌也放在里面，然后整个乐团哇，这个60几个人的编制，我整个演奏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澎湃。哎，我们今天把那个国立台湾交响乐团为各位带来介绍我们的国立交响乐团，国立台湾交响，请为他们掌声，谢谢。其实我们四个都是他是部落的孩子啊，那个是谁的老公啊？谁的老公？你是谁？是谁你？啊？我的爱人在底下，他坐飞机来，坐飞机来看我。你跟他是怎样？你们的关系？对啊，他没有留那个牛排。好的。
词告一段落，然后大家去点个饮料消消暑，一下点阶段会为各位带来不一样的内容，对，不一样的姐妹花，非常花的花，谢谢大家留下来赏花听花看花，谢谢。